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世界之最。你知道北极熊的毛发是什么颜色吗？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看到北极熊都认为它们是白色的，其实它们的毛发并不是白色的，而是透明的。它们的毛发非常特别，像是一根根透明中空的小管子。这些小管子由于在光线的折射散射下会变成美丽的金黄色，而在阴天或有云的时候，小管子对光线的折射与反射较少，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白色。而这对于北极熊来说也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掩护色，因为北极熊的生存环境也是白色，如果它到了另一个生存环境就会有所不同了。再者，此类肉眼所看到的白色是因为北极熊毛发的表面粗糙不平，以至于光线折射得非常凌乱而形成的。更有趣的是，2005年7月，在芝加哥附近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里，几只北极熊的毛发竟然变成了郁闷的绿色。原来那年芝加哥正经历着酷暑、潮湿与干热交替出现，炎热潮湿的气候让藻类欢天喜地，它们趁机钻进了北极熊那中空的毛发里，于是便把北极熊的毛发染成了绿色。不得不感叹一句，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，极为巧妙呀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哦。